经济喝水了。好轻松啊，现在看看龟龟，你好你好，你看一点都不怕人，你好你好，好按摩按摩，呦呦呦呦呦，来来来摸摸啊，哦，这么高就摔下来了，得疼啊啊！看看昨天晚上这个冰雹下的，你看这个茄子全部那个被扎的那个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叶子都扎掉掉了，你看看看看看这个茄子被扎的，哇你看那边茄子扎断掉了，你看昨天这个冰雹下的太大了，哇冰雹好大啊，看看这冰雹下的好大的冰雹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大的冰雹啊！再关一关。哦，关起关关门，关起门关。不要不要干，不要干。这边满地都是树叶，你看。才回来喽。蜂毛豆呢？要吃啊！蜂毛豆呢？你还怪闻的，你看，不怪哦，蜂毛豆爬过来了。李主任在外面晒衣服了，
人家看看乌龟呢，马上会在门口等他。吃饭喽，看看今天星期天你主公烧什么给我吃的啊。毛豆炸鸡，那个香皮条干子，那个是 青菜汤啊，我附了一份这个特色的小笼包。好，吃吧，吃吧。你们这个教孩子了解到孩子的爷爷，其实对你的孩子，一般和孩子说父母离婚的事。我们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龟龟，哟，这壳子有一点点这个发白的，这个应该没有关系，过段时间蜕皮就好了。